好，今天在大安森林公园要同时达成冰属性的金牌成就，还有暗属性的金牌成就，两面金牌同时达成。那今天就选纽拉这个双属性的。哦，这边灯光很好哦。哦，他刚好跳起来，这球丢得很不好。跑掉吧，跑掉吧。哦，他想让我抓一次。好。我们看一下。全所有属性的金牌成就都达成了。耶！啊，全满了。